安丽，我知道你已经起来了，爸爸有话跟你说。安丽，安丽，爸爸，如果你要是跟我谈不可以离婚的话，那你就不要说了。我正是来谈这件事情的。爸爸同意你们离婚。爸爸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林律师处理得很公平，没让林云占什么便宜，也没让他吃什么亏。是你先签字啊，还是林云先签字啊？爸爸仔细地想过了，你们也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我也不能强制干预你们的婚姻关系。你如果确实觉得这种婚姻给你带来了莫大的痛苦，老爸也不能看你的痛苦不管你。以后啊，我不再管你们夫妻间的问题了，你们也不必再顾及老爸的感受，尽管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能再接受凌云，那就尽快地结束这种婚姻关系，谁也不要再耽误谁。你要记住，不要再互相伤害了，再深的感情也禁不住这么折腾啊。好了，爸爸打球去了。爸爸，您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把这个决定告诉过他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要离婚的是你。那如果他不愿意呢？他为什么不愿意啊？这样一来他可什么都没有了。你错了，如果林云离开公司，会有人排着队要他。公司在我手里的时候仅有150名员工，可是交给他以后，现在已经是将近1000名员工的大企业了。他既然能让李安有此规模，他也能让别的品牌这样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你要离婚，我当然要站在你这边了。可是老实说，我也不能责怪林云什么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地方错了。爸爸，那难道是我错了吗？谁对谁错还有什么意义呀？爸爸，我没有错。你自己决定吧。怎么会做不到呢？我已经开出最优厚的条件了，可是何小姐她就是不答应。她姓何？是，她叫何悠然。我不做模特儿是因为我不喜欢，不喜欢。总经理，现在的社会里，不被名利利诱的人好像已经不多了。这样吧，你把何小姐的电话给我，我跟她谈。何小姐她离职了，舞蹈室的人也不知道他家里的电话。顺便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很快就要有自己的舞蹈教室了。进来。总经理，外面有位刘先生在外面等很久了。刘先生？他说是你要他来见你的，而且他还有你给他的名片。是不是一位年轻人？嗯，请他进来吧。如果这位何小姐真的不愿意担任我们的模特，你就依照她的外形去找气质接近的人。好，我立即去办。
好看的，是你让我来的。有什么可笑的？你是不后悔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那钱，我除了修车，我全买衣服了。你要是想要，我只能把衣服给你。我和凌云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？这不是我的真实想法。离开凌云，我该怎么办？爸爸该怎么办？这些年来，无数风风雨雨都经历过来了。难道这一次，缘分真的尽了吗？小荣啊，没什么要紧的事儿。今天晚上你替阿丽把晚饭准备好，知道吧？另外凌云回来以后你就出去，没关系，你就说说我说的。好，就这样。什么事儿，小荣？哦，刚刚公司打电话来说，今天晚上先生要回来吃饭，那我现在不要去买菜去啊？是先生自己打的吗？不是，是公司打来的。公司什么人打的？忘了问了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我要不要去买菜去啊？哎，小荣，这样吧，我自己买吧，我待会儿把菜带回来。哦。小荣，太太啊，你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的？吓着你了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小荣，嗯，你看我今天怎么样？嗯，蛮好，蛮好的。你把鱼洗好，把鸡汤熬好，我出去一趟。嗯。就这疯婆子啊，死活不认账！你这个臭无赖，他是个疯子！领我去医院，我除了妇科不检查，我什么都检查。林太太，怎么是你？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叫阿强，上次的事真不好意思。我问你在这干什么？我现在是林先生的司机。司机？啊，就是林先生。要去哪儿，我就把他送过去，然后再把他接回来。真是笑话哈！
凌云居然让你做司机？我有驾驶执照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坐这边。我不坐。为什么要决定用那个人？决定用哪个人？那个撞我的人，害我在警察局坐了半天，把脸都丢光的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阿丽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也太欺负人了啊！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你用什么人不好，偏偏用这个人？你分明想告诉所有的人，谁对我不好，谁不尊重我，你就对谁好，就优待谁，是不是？凌云，就算你现在把持整个公司，可爸爸毕竟是董事长，我也是公司的董事，你非要把我踩在脚底下你才舒服是不是？阿丽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啊？那我问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来就是要知道我为什么要用阿强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那天确实是你不对，阿强他表现得很好，我喜欢他那种据理力争同时又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他不掩饰自己的困难，不会因为家境不好而趁机敲竹杠。你的意思是说他太完美无缺了，你接下来会说什么？我的家境也不好，我是靠半工半读才完成学业的，阿强甘愿做一个司机，他认为他的一技之长可以得到发挥，最重要的是他看得起自己，不因为他自己的出身家境学历都不好而自卑。我为什么用他？因为我喜欢这样的人，我愿意给他这种机会，就像当初爸爸给我机会一样。好，又是我错了，你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有理。阿丽，如果我早知道你这么在意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。那我希望你让他离开好吗？我已经让他上班了，我就不能出尔反尔是不是？凌云，你一直都是这样，你决定的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，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我真是不应该来，都是爸爸说。爸爸说什么？爸爸到底说了什么？我忘了，我要走了。阿丽，你不会就是为了阿强的事情来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就是想问问一晚上想吃什么。你肯定不信是吗？我没说我不信。你的样子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根本就不相信。你回不回来随便你，我本来是想今天晚上跟你好好谈谈，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应该好好谈谈了，所以就顺便过来想确定一下时间。谁有空天天等着你啊？阿丽，我会早点回去。大小姐，你要走了？你是开车来的吗？那我找人送你吧。不用了。张秘书，把这个送你了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大小姐已经走了。啊，我知道。是大小姐的东西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哎，老板娘。啊，不不，太太，太太，您要出去，您去哪儿啊？我送您。怎么，你要送我去哪儿？公安局吗？太太，上次是我不好，我跟老板说。我不是你的老板，你跟你老板说去吧。哎，太太，您别生气，我给您道歉。您看，老板对我好呢，就是您对我好，你们是恩爱夫妻。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要不再远点，再远点。
哎，太太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其实您不生气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这人其实挺可爱的。你看，我会给老板安全的送到地方，你放心，我驾驶技术绝对过关。行了，您闹够了没有？你像个小丑似的跑来跑去的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公司，不是杂技团。哎，太太，你干嘛花钱打出租车呢？我可以送你啊，太太。阿强。啊，老板。我太太坐出租走了。啊，我想送她，她不要。她给你脸色看了？没有，就是说我两句，让我离她远点。我这不去那边吗？已经很远了。老板，你放心，下次再看到老板娘的时候，我自动站远点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太太，那个鸡汤给我倒掉。不是啊，太太，我是说那个鸡汤。不要再说了，通通给我倒掉。我已经去找你了，我是真的想好好跟你相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那天确实是你不对，阿强的表现很好，不会因为家境不好而敲竹杠。我的家境也不好，我是靠半工半读才完成学业。我喜欢这样的人，我愿意给他这种机会，就像爸爸当初给我机会一样。我也不能责怪林云生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地方错了。又是我错了吗？小荣，太太啊，你刚刚说把那个鸡汤通通倒掉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假的，我在跟你说着玩呢。哦。太太，你不舒服吗？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哎。我没事儿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你去做事儿吧。啊。那你有什么事就叫我啊。老板，是回家吗？你知道路吗？知道，张秘书已经给我地址了。嗯，走吧。哎，林云，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大方稳重，像不像做妈妈的人穿的？好啊，当然好了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那等咱们儿子满月，我就穿这件了。我就怕到时候我要像现在这么胖，穿不上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你比怀孕前啊更漂亮。是吗？当然了。没骗我吧？等到那天啊，我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
抱着我们的儿子给所有的人看。嗯太太，我出去了啊。老板，张秘书说我可以先把车开回公司放好，然后明天再开车来接你。这样太麻烦了吧？没关系，这样老板娘就看不到了。凌云，我们之间应该好好谈谈。又要谈什么？我不要这样的婚姻，我不要这样的生活，我更不要这样的丈夫，我要离婚。阿强，啊，我不回去了。哦。手张开，步子不要乱，其他同学转起来。5、6、7、8，好，今天都很好，动作都很到位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老师，啊，小华，你今天的表现很好，很有激情和动感，要保持住，下次舞蹈比赛你一定会被选上的。以后我不能再学跳舞了。为什么？你跳得很好啊，放弃了多可惜啊。爸爸生意失败，妈妈的工资是不能够维持家里开销的。小华，谢谢老师，再见。至少180，直接奔着我就过来了。哎，我无所谓，其实我爸爸走啊。不，我还要游泳呢。要不你先回去吧。不用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这儿挺好玩的。好吧。你在画什么？设计图。设计图？你没见过这么丑的设计图是不是？啊，是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这是只有我才看得懂的设计图，不过我又失败了。准备设计什么呢？舞蹈教室。哦，你说过你马上就要有自己的教室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我觉得你面熟，你是这里的会员吧？你常常这样和陌生人说话吗？你知道一个人每天会遇到多少陌生人吗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有很多朋友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？第二节舞蹈课就要开始了，我不能霸占教室。嗨，老样子，给我多加点冰块。
你刚做完运动就吃东西，是会长胖的哦。漂亮，对不对？还不错。要是我的教室也能像这样就好了。你的教室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希望就像这个样子，宽敞、明亮、舒服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暂时还没有自己的教室了。嗯。我亲爱的爸，这杯酒，我要先敬你，我要感谢你的精心安排。你中意的男主角应该向你道歉，他并没有按照你的剧本演出，只剩下可怜的女主角在唱独角戏。我一直有个梦想，要拥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舞蹈教室，只要是喜欢跳舞的人都欢迎他们进来，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也没有关系，尽管来跳，不要钱，不要因为学费的问题让有天分的人失去学习的机会，就像小华那样。可惜啊，我现在做不到，可能我永远都做不到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我肯努力，总是会做到的，对不对？我很快就会有一间自己的舞蹈教室了，虽然开发商只肯租一小间给我，但是没关系，万事开头难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得拼命地想办法让我的舞蹈教室看起来大一点。把你的计划告诉我，看看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想办法圆你的梦。你相信我，我对这种俱乐部形式的设立和市场有一些认识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比你更了解产品的特性，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人，那个……我叫凌云。凌云，你一定不记得，不记得我这件衣服了吧？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看我穿上过的。我一直在等着，等在我们儿子满月的宴会上穿上的。那个时候我还担心，要是我的身材恢复不好了，我就穿不上了。后来真的穿不上，再后来就根本不用穿了。今天我就想告诉你，我能够穿上的，我还能够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你竟然是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混蛋。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？你躲我，你躲我干嘛？你不愿意爸爸伤心，难道我愿意吗？你心里清楚的很，就算是为了爸爸，我也不会拿你怎么样，就像你对待我一样。可就算是演，我们要把这场戏演完。难道你不懂吗？你做不到吗？这栋建筑物啊，应该是有足够的空间，可以设置类似于像这样的俱乐部。你必须把整个楼层都租下来，做完整的规划。不行啊，这旁边听说是要建一间保龄球馆。那你就去和开发商谈呢。看谁的承租条件好。你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俱乐部？你不能只靠韵律舞蹈来支持你的营运啊，那到底是比较女性的活动啊。可是那是我的专长。你会教舞蹈，并不表示你会经营一间舞蹈中心。如果我连舞蹈教室都做不好，更谈不上那么大的计划了。不，这是两回事。
你需要专业的经营人才来替你经营。你要做的只是专心的教我，把自己塑造成为韵律健身这方面最专业最权威的形象。我？对，让你自己成为健身俱乐部的招牌，当人们信任你依赖你的时候，他自然会靠近你，这个就是生意上门的窍门。爸爸，第二杯我还要敬你。我感谢你为女儿选择的好丈夫，你让女儿发了疯似的爱她，甚至想把她吃到肚子里，就连你多跟她说几句话，女儿都会吃醋。你说的没错，明明没有做错什么，可是我一直都觉得他不够爱我，真的，他心里没有别人。尤其是那次可怕的车祸以后，女儿做女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明明做爸爸的愿望也破灭了。女儿已经觉得他不再爱我，女儿害怕，打心眼里害怕，我的天要塌了。为了摆脱这种噩梦，我只有选择离婚。可是不是我的真实想法，我没有办法。爸爸，我爱他，我离不开他，我该怎么办？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是我会计师的电话，你跟他联络，我会让他实地了解，做一个成本评估。你的想法很棒，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想过，也根本不知道的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可是，我不能跟你的会计师联系。那，就让他跟你联络好了。不，他也不用跟我联系。这又是为什么？我没那么多钱。那你就更需要和我的会计师联系了，让他帮你了解，你到底需要拿出多少资本。不论需要多少资本，都是我承担不起的。如果你信任我，我们可以合伙。为什么？我是说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合伙？你甚至都不了解我。我了解你。当你拒绝当丽安的模特，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和你合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可是，你是个大老板。在我成为大老板之前，也是个伙计。可是，我们是陌生人。我记得你也说过，很多朋友都是从陌生开始的。老板，你今天心情不错呀。我今天做了一件很冲动的事情，一点不像我凌云做出来的事，起码不像现在的凌云做出的事，可是这种感觉居然很好，很有意思。一开始我跟他就拿你的话说，只是套套近乎。北方话叫套词。我和他交谈之后，我发现我很想帮助他，很想投资，也不知道和这种像一张白纸的人合作会是什么样的局面，很有挑战，很刺激。哎，怎么搞的？交通工程怎么搞的？你就少提那事儿行不行？别了，哎呦，害羞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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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林太太，你好，我是陈维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在等人吗？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我没有同情你，在这种地方关心可能比同情实际一点。我更不需要你的关心。那你就当我在讨好你吧，看看我有没有能力独挑大梁管理利安所有的业务。你不是这样想的吗？你只是心情不好，谁都看得出来。林先生又惹你生气了。我给你换一种饮料好不好？不用。来杯茶。你常来这里吗？算是吧。但我没有在这儿见过你。以后就会了，我会常来的。要是换做我，以后我就不来这儿了。因为一个人来这种地方，只会让你更孤单。我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。你是。我也是因为这样才来这儿的。虽然我跟一帮朋友一起来，但我一样会觉得孤单。这种感觉跟人多人少没有太大关系，它应该是跟你内心的某种牵挂有关。这种牵挂有时会让你觉得烦躁、气愤，甚至厌倦。但如果少了这种牵挂，人就会像游魂一样，看起来自在潇洒，但其实会越来越孤独。孤独，我是很孤独，没有一个能跟我说话的人。凌云不能，爸爸不能，他们看起来都很关心我，可是我想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跑得比谁都远，好像谁要是听了我的话，谁就得负责任似的。不会这样吧？你不会懂，你永远都不会懂。林太太，再给我来一杯。我送你回家吧，林太太。我不要回家，我不想回那个像坟墓一样的家。小荣，县长回来了，董事长正在发脾气嘞。那太太呢？不知道，我先到厨房忙了。爸爸，你去哪儿了？去健身房了。不是让你回来吃晚饭吗？安利去公司找过你，让你回来吃晚饭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安利总说你不好好和他说话，我以为他是小孩子脾气，可今天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安利是去公司找过我，说要跟我好好谈谈，如果是前些时候我不会拒绝的，但是最近我不想再谈离婚的事，那只会让我跟他更加的不愉快。你怎么知道安利要和你谈离婚的事啊？那不然会谈什么？如果他要和你谈这件事，就不会让小荣做了一桌子菜，支开了所有的人等你回来。他在美容院里折腾了一个下午，就是为了和你谈离婚的事。林云呐，他是想跟你和好，你不至于一点都看不出来吧？那他现在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他去哪儿我倒不担心，我想知道的是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去的，出去之前干了些什么。我得告诉你，今天早上我答应安利，如果他真的想离婚，我会帮他。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安利任性归任性，他只是在嘴上逞强，不会干出什么绝情的事情来。我那么说也是为了提醒他，如果他真的想离婚，他就必须对他的决定负责，不能把责任推到你我的身上。不管他是不是听懂了我的意思，但是他没有在任性逞强，愿意跟你和好，你怎么就不能哄哄他呢？啊，大家都有个台阶下嘛。哎，你干事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，今天这个事儿是你不好，
今天晚上这不是你把他逼成这样子吗？我不要回这里，我讨厌这个地方。